我是深海里的鱼，我却没待在那海里。我觉得我们这个他们听到我们的那个纯音乐那几十秒应该是能听出来是一个乐队做的，但是乐队的话现在全场就只有我们一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只有乐队才会去那样做的东西，主要是就是一个电吉他，很一个大 solo， 一个嗯，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吉他手才会干的。我明白我存在，我最可爱。那个我最可爱不是说这个人可爱，而是他在这个很无聊的世界里面他是一个有爱的那种人，不是说我这个人长得有多可爱，那个就是形容的太肤浅了，就像人家说摇滚乐一样，摇滚乐一定是愤怒的，那他是对摇滚乐最肤浅的认识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那个意思。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歌词就是世界比墨水还黑，我们都是光亮唯一的存在，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类人，因为只有我们还在坚持着真理，就像我那个祖歌的最后一句，我们会坚持着正义，就是一个道理。世界比墨水还黑，我们是光亮唯一的存在。因为这个歌名叫52赫兹，要是看到这个视频可以去百度52赫兹是什么意思，我也不会去做过多的解释，还可以长一下知识。我等待